你好，五位，这边这边。啊 ，baby， 婴儿椅放哪？啊，放这边。哇，又来人了。哇，生意很好的样子嘛。三位的话就坐，去看一下有什么吃的。哎，我们是你拿，对，会拿 menu 过来，帮你们分开来一点。你好，你好，四位吗？好，这儿可以吗？谢谢。We have two of those. Two. One for me, one for her. And one noodles. 我们有个推荐是西餐是牛排，然后呢中餐是炸酱面，这是我们的大厨的特色。好，你看你的两个炸酱面。两个炸酱面，谢谢。哎，你们这个特别营养。对，我们今天第三天。你们收钱就照这个价？没有，就是收钱是收七折的钱。收七折的钱，你想吃什么呀？你们是上海人啊？我是从上海来的。哎呀，我们想黑你。我觉得你做服务员有点可惜。是吗？去演电影。我回去上海，我就去演电影了。那我们怎么捧你场？哦，点多一点就可以了。点多了。哎 ，Facebook， 那就来一份这个。好。好吧。椒炒肉丝，这个比较香。刚才我闻到的可能是这个香吧。三个面，再来个咖啡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。面条，快点，面条真的没有炸酱面，不要再这样，九份这里都不一定够。这个橙汁真的很好喝哎。没事没事没事，竖着放。你笑的，你知道什么叫厨房杀手吗？你是厨房杀手。现在两个青椒肉丝好了，可以划掉了。牛排蔬菜，赶紧的。等一下，没撒盐，盐就在那上面。盐去哪了？给我把盐。那里，谁放在那儿的？葱呢？在那个新的里面。这里面吗？对。哥，我真的找不到。